所以卖家的赚十块钱，然后说卖酒全世界没有说赚十块赚二十块，没有这种情况。我们价格理论定定是供需的定定啊，假如说我们从供给市场问需求无限的时候，我们价格可以定得更高，可是呢我们衡量我们的成本，我们就只能定这个价钱啊，一个最好480，现在580，中间就差这个价钱，那台湾还可以卖更便宜，卖480，我觉得这都是很反常的一些现象啊，跟我们在市场学跟我们学经济学里面所定价位的观念几乎都背道而驰了啊。所以我想这个里面的问题啊，我因为时间很宝贵，大家都想讲，我就讲一下。刚刚讲到这个我们马祖两年纪念酒，其实我来的时候我非常赞叹，我一直到现在呢，我们酒都藏在了，我说这要送给我们贵宾，每次不管是部长不管最高的长官来，我都是送的，我很诚挚的心把马祖娘娘的一个利他教孝在我们这深根的态度，而且经过厦门大学塑造这个圣像，这么漂亮这么庄严的里面装一些酒，不管喝酒不喝酒的我都敢送，包括一个监察委员，像我老师林将才先生，他来会送他啊，他是监察委员的，我来送给他。为什么？他是代表一个妈祖娘娘的一个这个利他，而且我们非常用心的塑造出这个圣像，里面装的酒在肚子里面，你不喝你可以拿出来啊，你喝完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供奉起来，多么好的一个产品，多么高的一个附加价值在这个里面。所以刚刚真善美老板说，大家抢着买，真的会抢着买。那我到目前为止送的时候，我非常珍惜这个产品。这个代表什么？就是一个产品的附加价值啊，这个附加价值刚好是跟我们完全相应的，妈祖跟马祖。所以这个呢，我也替这个老板呢，再呼吁给总经理知道，这个产品继续开发啊，这样我们的灯塔，我们二级古迹也是别人没有的，而且现在它是第一在营运中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东引的这个灯塔，是第一古迹还在营运中的，因为第一最老的那个现在已经没有营运了啊。那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要强调一个酒的附加价值。第二就是呢，我觉得降低成本，因为我们跟金门呢，其实在我小时候，我父亲是军人啊，大概很多叔叔伯从金门马回来都会带一些酒，我们都把它放成了最高的东西，包括马祖的大叔，我到现在记很清楚，那个大家会拿出来说点一把火在汤水里面就燃烧的光光的啊，他觉得很神奇啊，我们小时候干的，就是他那时候就是第一品牌，金门马祖的酒就是第一品牌。怎么样把这个第一品牌延续啊？我想这个可能是总经理这个时候要去思维，所以这是两个观念。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机械化生产啊，从工业革命以后的机械化生产就是可以把这个降低成本，这没有话讲的。但是我们的品质呢，源自于我们的人工，源自于我们福州人做酒的技术啊，这个又是我们另外一个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优势啊，这个优势要把握，是不是可以说？在我们尝试过程中，我们慢慢有一个新的线生产线，它是机械化的啊，然后我们这个成本可以降低，可以跟这个现在酒的这个市场里面做竞争的。但是我们福州人做酒的精神、做酒的技术，我们保留下来的。所以，比如说现在我是不喝酒，但是我也品酒，我可以说是品酒一小杯啊，大概我会品到，哎，真的是好的。甚至于说，我们从养生的观念，我们的马祖的这个高层高啊。你少少的喝一点，对晚上冬天啊停尿或是怕冷都有帮助啊，这是就是我们真的实质的一个特色，我们要抓得住啊。这个上面我们开一条生产线，或是慢慢就增多了。因为酒厂他们在突破的时候，我在跟那个陈局长、工学陈长平说，他们大的储酒池在把酒都要盖的时候，也是一个大的抉择。这个抉择非常难的。其实我想这在座我们这个曹总经理，他本身是。这个生产销，我们说产销，生产跟行销的专家，而且他接触的层面，说不定还更高的一个老师级的，也可以给他指导。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是决策的关键，这个痛，怎么样扩展我们的生产线，怎么样把我们好的品牌保持，打出新的品牌，啊，像我们刚刚说的妈祖纪念酒就是一个好的新的品牌，这就是一个延续性的东西。我们很传，其实我觉得啊，在妈祖这边得到很多我们台湾人优秀的台湾人专业来支持。啊，比如说我们的社区开发，啊，我们比如说这个余兆清先生啊，或是我们的这个生态旅游的开发，林俊泉老师、郭成龙老师，都台湾顶尖的人物，都把他的心力注入在马祖，啊，他我又看到我们的像马祖的这个县医院啊，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啊。我们陆续马管处我不敢说最好，但是我也是在我心中就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要不就不要做，要做就做最好。
我想这可以是我们马祖未来走的一个方向，要不就不要做，我们可以想到你啊，要做就做最好，其实我们的山川跟我们的海洋一样漂亮。我想这个观念呢，就是未来我刚刚要强调一个企业文化。说实在话，我听到现在，我看到一些马祖酒厂相关的一些风波，我觉得这个要人的方面要整顿，就怎么样形塑一个好的马祖酒厂的企业文化啊，把好的抓住核心的价值，就是我们马祖人认真敢吃苦啊，我们要做就做最好，把这个精神形塑出来。我想未来的马祖在我对，因为我对这个总经理他们的期许非常高啊，因为他在他做事做人上的一个态度，我相信我个人看法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啊，大家可以信任，因为信还是最重要的。我们对公司的信任，员工对总经理的信任，对董事长的信任，这是必要的啊。如果不信任，我想这个一定。